Hello, 来自一款轻奢复古风的假面，食指是用 KH 的20号刷了两遍，这个色号我只是刷色板的时候用了一次，第一次上手，我的天呐，简直太爱了好吗？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淡淡的杏白色，很显气质。底色上好之后，用了大力胶勾出立体纹理，再刷免洗封层，照灯20秒，擦了金色魔镜粉，先要给魔镜粉上加固再封层，中指利用底胶的浮胶转印金色转印纸，再粘上贝壳片，照灯固化后上光疗照干，再擦去浮胶，用搓条打磨平整，然后涂擦洗封层，照干再擦去浮胶，用纹理胶画出这种斑驳色块，纹理胶免洗不用再封层，无晕纸擦去底胶的浮胶，贴上蝴蝶贴纸，边缘的立体纹理还是用纹理胶来勾，画的可以不规整些，照灯30秒之后擦上魔镜粉，然后用拉线笔蘸光疗把纹理给包起来，可以不用包的那么严实，包好再照灯30秒，用清洁片把纹理擦一擦，因为我想要擦掉一点魔镜粉，露出一点白色，有种做旧的感觉吧。如果大家想要全金色的立体纹理，就包好胶不用擦了。这个镭射蝴蝶居然能擦掉色，我又重新贴了一个，搭配上大小珍珠加固封层，这一款就搞定啦。大拇指跟无名指一样，折手搭配就是这个样子啦。